你们现在跟当地还有联系吗？现在少了，我大家都大了，我们七十了，有的他们还比我们大几岁了，都对，70多了。那您后来有回去过吗？回去老早回去，现在没去。现在他们讲去，我不要，哎呀，现在回去也可以也啊，可以，去现当在地方看便，看，对，方便。因为那个地方现在开发成为景区嘛，还是不错的。给我在我待了这么多年了，是吧？山上砍树，什么都砍柴，都是都都那个。哎，所以最近一次回去是什么时候啊？我好多年没去哦，好多年了。了。哎，我回来之后呢，也就是有8几年嘛。那个当时我单位一个同事，他老公在上海石化技校里做校长，他讲呢要学校开办了嘛，要点木头做家具的，做做东西都不够，都搞不了。叫你去帮忙是吧？哎，大家他老婆讲，我去问问他，到单位里问问，我搞得到啊，我就试试看啊。当时也没得不没有不打电话，写封信去，来吧。要多少？我讲大概总共是3车吧，3卡车吧。他说没事，来。我跑给他们石化搞了3车木头，他们又想，回去一想一用，哎呀，再弄，哎，我说对，我说那不我就看了。因为他有校长的面子是吧？看那跟我一起干活，看他面子给他干。你到我那，我又不是又不是不干这个活，当地老乡对你还是不错的。啊，你出面给你搞了三哎，车，搞了那个人家都给他锯的什么木都，他这个都是一根根木头，就是方子，不是原木，拿来做好做成等于做好的哎，都方是子，哎，都根据他们，它这个是什么品种呢？这个树。这是咱山上的树呀，什么树都有。就杉木没有，杉木没有，杉杉木没树，有，哎，杉树没有。他这个是那个林场里砍的，他都一根根都去根据他们要的秤配的，哎，跟很便宜啊，一个立方得170块钱，你看他拿到上海，他是170啊，反正是，你看装了3车回来，所以就是80年代的时候，就因为这个事儿，当时回去过一次。就为他们的那个去，否则不去。回到上海之后，直接就上班了吗？还是？也顶就父亲，哦，那你父亲是在什么厂啊？商店里面，商店里面，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小商店吗？不小啊，500平方。哦，因为否则我，一间房子就是单位给的，我们是就是零售商店，不是超市，就是零售商店用柜台式的，就像那食品店，就像这些，我规模就比它小一点呀。他那个当时也算是这种正式工的哦。都是国家的，我一说叫私人干，我好老早，我好买好多房子了，是吧？我都给国家住的，所以有一年我他们走了，我父亲走掉，他单位里看看我登的这个房子，人家单位拼命干，我就拿了这个房子回去跟公司讲，公司讲给他一间房子登登，哦，就是你说那个13个平方。哎，因为我这个私房不好给他的。他否则给我大一点了，因为那不人家讲的小的换大的，我这个不好给他，私人房不好给他，他就给我一个房子，就在商店对面，感觉方便一点。因为我早上上班就有时间去出去，晚上什么时间回来我不知道。对，所以当时就是你顶对您父亲之后，就直接在那个商店上班了，然后老爸就退休了。啊，他退休不回这里，对，那你在那边干了多少年呢？干到退休。哦，干了大几十年呢，哎，这是各干的大事情，否则我现在，在那边是做什么？主要就是跟售货员一样卖东西。我后面我自己管理的，哦，升职了，我就没多少时间那个，就升了。哎，我这那个时候所以讲，放开的时候我们没享受到呀，但没放开，在放开的时候享受到，我们要多拿多少钱。
以前呢，拿平均奖金啊，比职工拿的奖金还少。当时当管理层还没有员工拿得多。哎，平均啊，假如1000块钱，有高有低，对不对？平均的是我们的，哎，比最高的要低，比最低的要高一点。你看，那么那个好做呀，人家没话讲的。是，不过那时候做商店应该效益不错呀，那时候东效西益是好，不多。效益是好。哎呀，那个忙了累，真的。你卖什么东西啊？视频啊。啊，就是这种日常食品。因为我有下面有8个柜台了，我做几个地方都是8个柜台，就是日常。8个柜台商场里有500-600平方，这共有得60几个。主要是卖干货是吧？干货、生活多、水果、鲜蔬菜不买。哦，蔬菜不买。哎，都是食品。你8个柜台它是不同的柜台，就卖不不多同的东西。都不一样的，不是像这个你卖这个门的那个。是，很苦啊！这每天要干，上班要上多少个小时？我正常上班，这工是一样的，这工是八个小时啊，八个小时。啊，我们这种是以上班去，没下班是什么？这不马上走路没很少的。啊，你们就是因为当管理层。哎，这讲的不好听是，就是从早上开门到晚上关门都要安排好。早上几点钟开门呢？呀。开门时间不管，我们这个就正常的话就是这个，有早的也有晚的，也有错峰的。有像一个综合柜台，他就综合的。那一天也要10来个小时了。对外迎接也要10来个小时。他说下面职工也有分的，也早的早点的，早一点去上班，晚点下班。分倒班吗？哎，倒班。那你当时休息制度应该是有的吧？休息是有啊，休息有嘛？有事嘛就去上班了，还是休息什么？年假我从来没休，人家讲14天年假，我讲我这大概我父母走了，大概我休了几天，年假没休过，没休过。那个时候真的不像现在，讲什么东西都要讲一点。哎呀，所以他们讲跟我讲出来的话，讲了我弟兄道理，我让我这个给你们活活气死。家里什么事情，我这哪要叫你们担心呢？那您是哪一年退休的？干到12年，12年退休，哦，现在也退休了，现在21年，我今年虚岁70了嘛。对，今60岁退休了。哎，九个年头了也退休。也是在这个商店里面退休的。啊。这个商店里面，您当管理层后面的话，比如说退休工资怎么样？退休工资根据养老金算啊。加到现在这个年份，到时候可以拿多少钱呢？6000出头点。哦，还可以啊。我算够，不算低。哎，对，还可以啊。对呀、啊。对。不算低的。哦。现在的我以前少呀，以前加金啊，给主加的少，也规定不给你多加的。现在后面都放了。现在后边的退休率最高啊，慢慢涨上来了。不是后边退休高啊，以后那就是我们退休以后，他们退休高、啊，我后边加金也加多了呀。我们就是讲在那个时间往前面算，我们算高的，这都不一样嘞。不过也还可以，您现在6000块钱一个月，主要的开支在哪里呢？就正常开支吧。开支不开支的，日常的生活，哎，就是、啊、该用的用，不，该省多些了嘛，就得了。嘛，给儿孙们想想的方法，像我们这样过来的人，不会乱用的，对，很节俭的。哎，他们你看打麻将啊，什么这个我都不乱。你没有这些习惯。哎，这个，因为以前干活就这些都干活。就习惯了，后来啊，你们玩这个，我玩，我没桌上还没坐过，也我不去。是，那你像您现在的话，身体怎么样？还一般性嘛。也没什么毛病。大病没嘛，你老了嘛，那高血压、这个东西总归要有的，对对对，多少总有一点。在自己当心点嘛就可以了。是是，那像您的话，就是您家里养了几个小孩呢？一个。就一个。一个。一个儿子。啊，还养几个？养几个？这个是前面这时代也不太好养。当时都有政策，不是也一个有政策，
第二个也，实际上都养了也，压力大。不，你不像现在高收入能够也负担得起，那个时候蛮紧的，像上海现在好啊，后面跟你要在90年代以后，就是93年、94年开始到2000年，上海很艰苦的，多少工厂停下岗，下岗，几百万人呢、啊。真的，那个时候下岗，有的也下了岗，有的的他妈辞职了，收入都没有，很多人很苦的。是。所以我跟他们讲，大家好好干，能活着这就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你像这个退休下岗拿个200多块钱，你怎么回去生活？还有小孩读书啊，还要干活，还有这怎么弄啊？对，那时候不容易啊。不容易啊，所以他们就跟人家，因为我过去都给他们都讲清楚了，讲清楚嘛，他们就都知道，就您管理的员工是都吧？讲好，哎，人家都敢都养不活，都跟那个，是啊，所以你们这个还算不错的。这么对，你道理讲清楚，活踏实，他们会干的，不是你不跟他讲清楚，他就没那个。你弄了好，就说什么都待遇都不少，旅游啊什么的，你要这，福利是吧？哎，你福说利的这个是都有的。都是根据政策到最高等级，人家不可以吗？对吧？是确实不错，相对比来讲的。哎。一个人的路，一颗心的泪。走过千山和万水，雨打又风吹，是心还是醉，是汗还是泪？人生就像酒一杯，穿梭在人海，苦涩的滋味。不要追问我是谁，别问错与对。踏上了征途。就不会后退，人生能够拼搏几回？有过痛苦中快乐，有过欢喜中伤悲，尝尽酸甜与苦辣，人生才完美。失败也不怕面对，成功也不会陶醉，好男儿包了三春晖。